金牌。你以后有什么事情一定要跟我说，你不可以这样，医生不想走掉，朋友不是这样当的。你哭了？我刚刚那拳没有打很重啊。没有，是你打太轻了，我难过你老了。哎，父母在，不言老。伯母，家里。我换什么鞋啊？进来吧，进来。来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吴晨曦，我以为你永远落跑了，金牌就再也没你这个兄弟了。谁啊？伯母，佳丽，之前我因为惭愧不告而别，一定让你们很担心。我在这边郑重的跟你们道歉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请你们原谅。事情处理的圆满最重要。难得的是，你对我们金牌很用心呐，能够重拾你们两个人的友谊，我很安慰。来，坐。还好金牌没有嫌我，还愿意跟我一起创业。不过这次资金的事情，金牌不用担心，我都准备好了。哎，我很好奇哎。你是怎么有办法可以这么快还清债务啊？前一阵子啊，我又回到我的老本行做房地产，运气还不错，赚了一点钱。哪里的房地产这么好赚？就是很久以前买的一块土地。在哪里？告诉我啊，我也可以投资。佳丽呀，投资除了眼光还要运气。你以为赚钱这么容易呀？啊！好了，先让吴晨曦喝碗鸡汤吧。啊，我们待会好好聊聊啊。他为了你炖这锅鸡汤炖了两天哦。金牌啊，就是这一点让我佩服，用心做菜，让每个吃东西的人呐都可以感受到他的心意。他也用这个态度啊来鼓励我，凡事莫忘初衷。哎呀！怎么了？不要过来，小心呐！金牌，你的手！哎呀！哈，一锅汤都打翻了，那爸烫伤的严不严重啊？应该还好吧，如果很严重的话，妈会打电话回来的啊。可是。妈如果是因为怕奶奶担心不敢打回来怎么办？奶奶，你怎么还那么淡定啊？因为我知道你爸爸没事的。妈，我们回来了。妈，小心哦。爸，你会怎么样？哎，没事没事没事。你撞不撞我看啊？我看你撞不撞啊？爸。爸。妈，没事，那就好。其实根本就不必上医院，是佳丽硬逼着我去的，那医生还笑我呢。结果他把我上了药，明天红一退就没事了。医生哪有笑你？医生一直夸金牌，说他自己的急救处理做得好。开玩笑，当了这么多年的厨师，这一点急救措施还不知道啊？好了，你帮我。爸，你这几天啊，不要再下厨喽。对啊，听到女儿说的没？你这几天就安分点，不要再下厨了。没错，那怎么行呢？你最爱喝的鸡汤一口没喝到，明天我重做一锅。你都伤成这样，你怎么做啊？哎，对，金牌，我看这样，伯母啊，我先回去了。啊啊，你这。哎，他怎么突然说走就走啊？怎么跟以前一样啊？他人就是这样。
爸，我要看你的手，你们怎么样了呢？我看看。可心，小心，小心点，别碰到，别碰到。可心。好痛！明明就很痛，刚刚还要倔强做鸡汤。只有做菜的时候，我才会忘记痛嘛。哼，只有你一心想要煮鸡汤给他喝，他可是说走就走。吴成信就是这样。奇怪，怎么突然跑掉啊？这个老毛病一点都没改。这就是吴成信，他一定是心里头想到什么事情才会这么做的。他有那种闷着头蛮干的毛病。哎，我看是怎么劝他也改不了了。你不也一样？闷着头干，你呀、也是一煮菜什么都不管了。你们两个真是哥俩好一对吧？哈，好痛啊！那这种，你刚不是吃过止痛药吗？怎么还会痛啊？不知道，就是痛。啊，那怎么办？那你要不要去做菜啊？你不是说你做菜就会忘记痛？神经病啊！现在几点了，做什么菜啊？我要你休休，装痛，你就给人家休一下吧。哎呀，讨厌！老公，大姐啊，刚才你在看诊的时候啊。医生交代我的事情我都记住了啊，他要我跟你说要多运动啊，多动脑，多心情愉快，最重要的呢是要记住吃药。好，这些事儿我还记得住，唠叨，唠叨，我就是唠叨啊，我就是怕你记不住。哎呀，还要写作业？哎呀，不是啦。是要记下，怕你忘记的事情。哎，好，我来写，哎，哎呦，下个礼拜三，哎，对，脑部断层检查。帮你做，谁帮你做？再说，又不让金牌他们知道，不然好了，说过不提这个事儿。不提，不提，不提。聊点别的。哎，你跟那个林太太现在怎么样？哎呀，美惠啊，我真的是挑对人了。这个美惠啊，她是个成熟啊，又懂事的好女人呢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一提到他，你那个满意劲儿啊！说说看。好，大姐啊，你知道我这个人呐，说话最直的，我有什么话我就说什么话。比方说啊，他问我，大姐，如果反对我们怎么办？我就跟他直说，大姐反对。那我们就不要来往了嘛。他不但没有生气，他还说我很诚实。你说这美惠她是不是很成熟啊？没有生气。还说了些什么？嘿，他说哈，如果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话呢，他就会去交另外的男朋友啊。总之不看我一眼。你说他诚实吧？你呀。一个人诚实啊是没有错，可是你对女人呢、你还是要哄着点，要浪漫一点。我哪懂得浪漫呢、要不大姐你教我。我啊，缺你了，浪漫，浪漫。